要有的争论，需要听吗？啊，飞走了！阿飞走了！阿飞走了！阿飞走了！好可怕！高雄市政府稍早通报，山陀儿台风预计12:30左右将于旗津、小港一带登陆，会有致灾性强风。稍早在过港隧道旁货柜场，有货柜遭强风吹落，甚至其中一个货柜还被吹到马路上。据了解，一个空柜重达3.8吨，看起来坚固，但其实很脆弱。港警总队初步了解，目前港区周围有部分货柜场的货柜被吹动，无法确认是否辖区内，但因风大雨大，连警卫安全因素站无法外出检视。欸、我不知道这是啥小欸，我们今天来一开始来聊这个好了，我真的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耶、欸。这个到底是怎么评鉴的、啊？我们啊，看一下，这到底是怎么评鉴的、啊？赢了！
去年黄捷临危受命参选，平战七十天后胜出，成为本届最年轻立委，现在更获选为时代杂志次世代百大人物。副总统萧美琴撰写介绍文，提到黄捷关注人权议题，为公共利益打拼，体现台湾年轻一代公民参与精神，象征民主已成台湾日常，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身为女性立委以及 LGBTQ 族群议员，黄捷为台湾弱势族群发声，致力解决包括性平、交通基础设施、国会外交与国际人权倡议等议题。像黄捷这样的新兴领导人，其贡献值得我们引以为傲。包含西藏、香港、东突厥斯坦、乌克兰，都可以看到在这些议题上面，黄捷为大家发声。在人权价值、在弱势族群以及在多元性别的议题上面，都一直不断的为其发声。努力。和黄捷同为太阳花世代政治人物，也是这个世代连线战友，林亮君和曾文学都与有荣焉。时代杂志每年都评选百大影响力人物，2019年首次扩征列出次世代百大影响力人物，分为艺术家、奇才、创新者、领袖、倡议者等五大领域。过去包括台北市长蒋万安、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壮阔台湾联盟发起人吴怡农都曾入选。这回在亚裔部分，除了黄捷，还有首位获得艾美奖剧情类最佳女主角的日本演员泽井信奈，和泰国新总理贝东塔等人，希望鼓励更多年轻人来投入公共事务。对于这项殊荣，因为山陀台风直扑高雄，黄捷在选区协助民众，仅透过文字回应。他感谢时代杂志肯定，与萧副总统撰文推荐。面对集权压迫，自己会积极发声，为台湾可贵人权价值继续努力奋斗。三立新闻综合报道。他替台湾人民百姓发声了什么？我实在是很搞不清楚。What is this？ 这三小百大影响人物怎么影响的？偷开你家房间的门吗？偷开你家大门吗？门打开，黄捷你怎么在里面？百大影响人物，没有人拦得住黄捷。No， 没有任何的门能挡得住黄捷。No， you know, bro， 他太厉害了，他只要想进去 ，No， 没有任何的锁 ，No。没有任何的锁能困住他。No, no way。性平、人权、乌克兰、香港，这些狗屁。这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不是不尊重其他。台湾执政党，台湾的问题。视而不见，规工咧讲个意识形态，这叫替阮台湾做足济，替我们台湾做了非常多。我真的不懂，连台湾本土的人。都不认同他居多啦。哦，原来只要副总统写的文，说实在话啦，萧美琴哦跟美国人关系真的不错。哦，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台湾很凯嘛，台湾这几年民进党执政。很凯的嘛，老美叫我们买什么，我们就买嘛。所以今年我们的
这个国军啊缺兵啊，但是我们的国防预算创新高啊。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在买武器啊。对不对？台湾出现的问题从来没有看到你，我们都是看到国民党的，看到民众党的电啊、房价啊、民生啊，等等的议题啊，治安啊、废死啊。哦，你所谓的人权价值，对啊，就废死嘛。怎么会这样？有没有人看见？别动！断了！叫人！叫人啊！谁干的啊？我数三下。一、二、是我做的。这觉得他妈的，这实在是。讲一下嘛，讲一下黄姐百大影响人物。国军八月才邀请媒体第一线直击爱国者二型飞弹实弹发射，不过网络媒体一传媒最新揭露，受台爱国者飞弹的军火商雷神公司竟然曾经恶意提高价格。这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彭博社今年六月曾报道，美国联邦审计署稽核对外军售案时，发现雷神公司涉及不法价格欺诈，高报军售价格，造成国际友邦。损失全案经美国联邦司法部调查，雷神公司更拨出$3.06亿用于支付罚款，只是当时全文没有透露具体国家或军售案。如今网络媒体一传媒揭露，原来冤大头之一就是台湾，是2013年爱国者飞弹系统以及2017年雷达系统的采购案，让台湾白白损失达上亿美金。那么这个案子正好证明了美台双方在军售的制度上都有非常严谨的防弊设计，过程当中双方也保持密切的联系跟协调。国防部没否认台湾被当盘子，但若美国政府没发现，台湾还真的成了雷神公司宰杀的肥羊。美国就是这个叫所谓的卖方市场，美国卖给你什么，说真的我们大概只能照这样全售了。其实也不用说在弱国外交的方式的
前提下就一味的示好，其实不必哦。弱国还是有外交的。彭博社揭露，美国司法部门2020年就开始调查，专家质疑台湾知情后从没有主动对外说明，而国防部的新闻稿则批评这个讯息释出是结合中国75周年国庆时机，有属性特殊的内容农场释放，操作以美论，迹证明显，对我国国防安全、台美关系都是一种伤害。这些都是事实发生的事情，我们损失这么多的民脂民膏，国防部你在乎的是军火商，你在乎的是认知作战，这是对的吗？美台双边近年常喊关系坚若磐石，只看不是单相思。 TVBS 新闻崔淑群、刘婷婷台报道。3亿美金也不多了，30几亿台币也不多，不知道多少人要抓一关呢。有说要缓的，哦，我还是跟大家讲这个军购案哦，是一个油水非常多的东西，你也查不到哦，因为这个都是在国外的嘛，钱都在国外的嘛，你也查不到，你也拿他没辙，啊，100亿啊。不会啊，黄杰很有名的，你恐恐力，你恐恐力。今天我他妈的，你打开都是他的新闻啊！你傻傻的你，他这样有没有用？有啊，一些年轻人就会觉得他很厉害啊。好，他咨询了什么？你印象当中，他刚刚萧美琴说嘛，他为了交通性平而努力嘛，这两个字，交通，交通他做了什么？交通他做了什么啦？你提醒我一个，提醒我一个嘛？交通委员会的啊，他最主要是说，来，你看哦，最主要我们可以看到他。他讲的嘛，哦，他为了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族群，哦，就是同性恋者啦、双性恋者啦，这个东西啦，哦，啊，这个我跟你讲，我也是台湾接受度很高的、啊，这不是你黄杰的功劳啊。我们台湾人没有人，台湾人没有在欺负这些族，反正这些族群都有他们一片天啊，在台湾啊，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是吧？哦，什么性别平等，我们台湾交通基础建设、国会外交、国际人权，国会外交又是什么东西？我们有几个外交国？国际人权就是别人的国家，香港啊、乌克兰啊。好啦，反正就要给谁给谁啦，在那边胡乱，在那边他妈洗文凭、洗资历，对不对？洗资历加水，加了宇宙，加了海水，在那边灌水，靠！他到底做了什么？大家对他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开锁嘛。除了开锁之外，好像没有厉害的，还有什么睁眼说瞎话嘛？对不对？是不是？哦，对，还有长期观察我嘛，长期观察馆长嘛。对不对？真是荣幸，对，真是荣幸呢。
还有整天在泼人家脏屎啊，哎，不然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对啊，其实我觉得。啊，这边泼屎啊！听他讲一下。第一个啦，就是馆长他要讨论动漫圈的东西，他也不想想说，其实柯文哲自己也很爱 cosplay。对，这个馆长一句话就把所有动漫圈都激怒，代表他从来没有用心了解过动漫文化，他很显然都只是在消费而已。其实为什么像刚刚郑浩一直讲说馆长绝对是猪队友？因为我可以打赌，等一下柯文哲马上出来切割，信不信？馆长他一直以来，我一直以来观察他都。然后嘴我动漫，动漫圈的朋友应该会比较喜欢我啦，好歹我也是联名 IP 那么多动漫的我们的品牌哦，好歹我本人对不对，巴哈我大哥要我开给各位看我看过多少动漫吗，对不对，艾米莉啊就是个超级掰，他妈的！我在讲动漫的时候，你过来多啦，啊啊！动漫，我喜欢雷。雷姆，因为艾米莉亚他妈真是个超级掰，雷姆才是王道。妈的，艾米莉亚就是一个超级掰美，明知人家喜欢他，整天在那边要给人家吃又不给人家吃，整天在那边一下这样一下那样，我讨厌你，干你啊鸡掰的，你旁边给狗干，还是雷姆好，雷姆才是王道。对雷姆有意见的可以来，没关系，对不对？娶老婆就是要娶雷姆那一种，昂君昂君，对不对？昂的你不要不要的，昂到他妈的整天硬邦邦，把那个女主角配当女。主角整天在那边一下这个不高兴，一下那个沙小，一个是适合当老婆的啦，一个是公主病的啦。干你娘！你那么喜欢当公主，你就去慢慢当公主。我跟雷姆先走了，拜拜。啊，祝你给狗干，看是谁要杀你啊，谁怎么样？换作是我就这样，再见你妈死，拜拜。反正我他妈无限的阿姨嘛，无限的阿姨多好，你知道吗？射了再起不能，无法他妈的坚挺。妈的，旁边他妈一把枪马上开下去死了，重来他妈再来一次，又可以再做一次爱，身体恢复正常。一晚他妈点9999次，你做了他妈的嘞9999次的爱，他还是维持在原来这一天而已。喜欢艾米莉亚的人哦，就是工具人啊，贱！我说了有没有道理？工具人嘛，发好人卡嘛，啊，谢谢。谢谢你，昂君，该死的时候你就去死，工具人嘛。所以他妈的，你们这些说雷姆的都是工具人，一定没有女朋友。多赚点钱，不要当工具人，好不好？妈的，雷姆才是最正的，艾米莉亚去死，雷姆叫万岁，旁边洗洗睡，结束。跟我讲，动漫，哈哈。跟我讲动漫，有 rap 版吗？那时候还上新闻呢，你看，一起来，看这超好笑，那时候闹多大啊？那时候还可以上新闻，闹这么大，啊，黄姐，你观察这个小啦。
就是不喜欢艾米莉亚，你也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子对她，不可以这样对她，她在哪？馆长直播开讲很拍摄，要向艾米莉亚 say sorry。馆长亲自道歉，你叫她出来嘛？我想这辈子应该是等不到，除非有一天一个魔法师哦，给我施了什么咒语，然后我掉到。异世界的馆长的道歉听得不飒飒，他口中的艾米莉亚到底是谁呀？あの子は今泣いている。そうでしょ、スバル。原来她是日本知名动漫女主角，大大的眼睛，薰衣草色的长发，梦幻的让人融化。但很 man 的馆长怎么会和艾米莉亚扯上关系呢？原来是这段话。我喜欢雷姆，因为艾米莉亚这是个。聞いてください、エミリア様。あの方にひどい恥ずかしめを受けました。原来馆长心仪的是蓝色短发的雷姆，人气超越主角，还有粉丝为他创立雷姆教。雷姆も少し、かなり少し、とても少し気になるのは事実ですから。雷姆才是王道。そう言われるとお世辞でも嬉しい。整天在那边一下这样一下那样，我讨厌你。这回馆长意外引发两派粉丝口水战，为了灭火再开直播道歉。不过即便硬汉形象进入二次元世界，馆长一样疯狂。三立新闻张哲伟。七年前，天哪！七年前，哦，七年前我38岁，哦，38岁，还没40岁，天哪！天哪！七年呢、欸？我们再看，回顾一下。是在消费而已。其实为什么像刚刚郑浩一直讲说馆长绝对是猪队友，因为我可以打赌，等一下柯文哲马上出来切割，信不信？馆长他一直以来，我一直以来观察他都是一个其实打从骨子里就是非常沙文主义、非常厌女丑女的一个人。而且不要忘了，当初柯文哲办这个姐妹会是为了要撕掉他厌女、歧视女性的标签，结果现在好啦，一个猪队友出来，马上标签不止粘回去，疯狂贴满，一下惹怒音乐圈，一下惹怒动漫圈，再一下惹怒空服员，很好，这个标签贴上去再也粘死撕不下来。百大影响人物专门给人家泼死的，说他所谓的尊重人权就是指着你，我长期观察你就是沙文主义，你就是瞧不起女性，哈！聊天室的各位女孩子，我想什么时候瞧不起你们过啊？天哪，话可以这样掰的吗？就因为要选举了，这去年嘛，就为了要2023年选总统大选，泼屎泼尿这样泼的。不尊重女性呢、欸？啊！我什么时候不尊重女性？我什么时候不尊重？我做了什么不尊重女性？谢谢董内，谢谢。我做了什么事不尊重女性？你说干人家鸡掰，你骂脏话，多少女孩子跟人家玩 gay 也是干人家鸡掰啊！跟人家鸡掰不是歧视女性，你看到女孩子在打架，女生在互骂，也是会跟人家鸡掰啊？不会吗？台湾人嘛，我真的不懂。这样叫百大影响力，谢谢董内，谢谢。我怎么知道？你说陈其迈，你问我说陈其迈怎么样？你问我说怎么样？我怎么知道？不要洗。
这是沙小，干你啊！今天台风天，大家要看这个就对了啦。刚刚啊，七八点的时候发了一个讯息，很好玩。哎呦，我的儿子看着你打手枪该怎么办？干你脸，该怎么办？你他妈的，明明你自己在打手枪，你说你他妈你儿子在打手枪，你根本没有儿子，你儿子每天都不断的在卫生纸上面，以后把这新闻打满。你要看我打手枪，我也不能出来阻止你，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不会忽然出现在你的后面，搭着你的肩膀。当你左手在搓的时候，我忽然看到你，叫奶奶，发出讯号。有一些人特殊爱好，那你偏偏要看着我，要祝你二大令顺畅，多生特工。一个非常具有魅力的游戏，玩长打得不好也不差，我知道嘛，我大家都不喜欢玩辅助甲坦克，没有杀人的快打，我就换主播，我就选路西欧。他说这样怎么打啦？派大爵士没有高弯，太晚都是攻击甲，出去就被他灭了，然后就被人家封门，然后又说路西欧你会不会补啊？干你脸！路西欧在唱歌，你懂吗？不是在你旁边像石碑一样拿个杖子在后面戳你屁眼，一条线补起来，他就换一个石碑，他在那飞啊，他空啊，拿个小 BB 枪 ，biu biu biu biu， 我第六，你不在后面加强我，他在飞啊，干你脸啊！难怪900多人。都是怪人，1000人以下，这个是人间炼狱啊！就像进入恐龙世界，没有沟通，班长真是老苦嘞！对，看到人就死了，说我低端，你跟我是同一个阶级，你老二3公分，我老二3公分，你叫我这么小，我这游戏干你娘就可以消遣吗？任何症状，暴力症、躁郁症、中风、高血压、心脏病，除了他还打字，各位都是废物。然后他就告诉我，之前曾经看到你骂我废物，进入脑内思考，要骂你什么吗？他跑了，你懂吗？你强奸了我，肩颈上，我就在想强奸你，你跑了。我喜欢雷姆，因为艾米莉亚他妈就是个好时代，雷姆才是王道。艾米莉亚明知人家喜欢他，整天在那边要给人家吃，越不给人家吃，一下这样一下那样，我讨厌你干爹，祝你给口干，还是雷姆好。娶老婆就是要娶雷姆那种，昂军，昂到他妈整天硬邦邦。那个女主角，配到女主角，整天在那边一下这个不高兴，一下那个沙小，一个公主病，你就慢慢当公主。我跟雷姆先走了，拜拜。但是谁要杀你，再见你妈死。反正我诬陷阿姆嘛，对好，你知道吗？这再娶不能，你把他妈坚挺，喜欢艾米莉亚的人哦，就是工具人啦。我说了有没有道理？工具人嘛，发好人卡嘛。谢谢你，唐军。该死的时候你就去死。你们这些说雷姆的都是工具人，一定没有女朋友。干你啊，鸡巴！雷姆才是最正，艾米莉亚去死。雷姆叫万岁，旁边洗洗睡。有 freestyle 吗？哎呦，你小鲜肉。freestyle 也很重要，这是嘻哈的一部分，也是能力之一，就是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词汇在你的脑海里面能够随时出来。有人看路上有小狗在走，回家打手枪；有人看到天上有鸟在飞，回家打手枪；有人看到一开口就知道老江湖了；有人看到他妈的卤肉饭里面有蟑螂脚，回家打手枪；有人看到厕所里面有一坨屎，回家打手枪；有些人看到 AV 女优，回家打手枪。祝你享受那3秒的时光。他是我认为可以完全取代我制作人的一位选手。难道我有上过中国有嘻哈，我也要四处跟人家讲吗？哎呦喂啊！不要说五等奖，对不对？啊！上过五等奖，上过中国有嘻哈，难道天天跟你们讲吗？难道要叫你一张广播吗？让全世界都知道吗？没有必要嘛，对不对？是不是？